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潘汝。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1日，我呢已经骑到了这个风车。今天呢，我从风车开始拍，然后呢一路骑回去，啊，可能顺便去一趟超市，买点补给。那么本来今天是应该是有雾的，但是太阳到现在不肯升起来。如果阴天的话呢？它没有辐射，这些水汽就没办法蒸发，形成不了辐射，这个雾气，那这个拍摄效果会差很多。刚才我来的时候呢，前面有一块地已经有雾气了，需要地面继续升温啊。我们看看今天运气好不好。但是从风车开始，应该是一个惊喜。好，我们骑着继续回去。属于西欧宁静的小镇，啊，那边有雾气。太阳一出来，雾气就给地面升温，雾气就出来了。主要是它要提高地面辐射，地面温度比较低。然后这个是墓园。也是不一样的。其实陈列并不好，那个地方有东西。前面那个牧场，好，太阳有升出来的机会。王哥。放那个绵羊居然没有，啊，绵羊不怕冻，马是怕冻，绵羊身上都是厚厚的羊毛，绵羊只会热会冻，想想它天然的羊毛衫。这是我来的时候的第一块，哎，不错啊。我现在从雾气里看过，这水汽真棒。还有是西北交通侧的交通点，太小了，这范围。这样，怎么角度？看见了，西。这样我换个角度。是吧？太阳还没出来。推一会儿，我都是半推半走，这样可以活动运动不同的肌肉。
现在日出时间已经很晚了，因为还是夏令时，夏都要实现冬令时。这个夏令时没有什么意义。以前天朝也实行了，现在取消了。我上中学的时候实行过几年所谓的夏令时。现在这个夏令时荷兰人大部分是反对，但是欧盟他们是统一的，几个国家统一的。那天我路过这里讲的那个巴林的三大巨头实在太猛了，大满贯达到了垄断的恐怖级别，把901代整整压了10年。901代基本上没拿过什么大满贯，全他们三个人拿了，三大天王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小德、纳豆、费天王。如果说你商业体育搞成法网、温网这样也行，是吧？有人看，有人买票，有人消费，也有职业运动员。奥运会真的没有必要搞，奥运会成什么了？先是纳粹德国，后是苏联民主德国，搞什么金牌战略、兴奋剂，然后专制国家的遮羞布，搞这些东西。本来顾拜旦设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决定不让那个职业运动员参加的，都业余运动员。这个原因，今天雾没出来的原因是太阳没出来，太阳不出来，那个水汽蒸发不了。而且它滋生了大量的腐败，像这个萨马兰奇家族，北京申办奥运，塞给萨马兰奇家族多少钱啊？还有各项协会的腐败，体年的腐败。前年的腐败，举年是最腐败的，世界举重委员会直接导致举重被法律奥运会削项目的重灾区。其实他们都是大规模国家让他们服用兴奋剂的，什么东德苏联的技术，然后出了问题一脚拆开运动员，他们自己个人服用的，跟国家没关系。我靠，那些运动员一辈子就毁了，终身禁赛。而他们没有其他技能了，你要拿到奥运金牌行，拿不到呢，你看那个，2008年奥运会女举就那个陈燕青赶紧，其他都有问题。女子练举重，虽然说男女平权，但是没有必要，因为有女子的特别项目啊，艺术体操、花样游泳，是吧？花样游泳男子去参加，哎，还要混合，都变成政治正确了。说实话，那个长毛腿伸出来不好看。你这次天朝花样游泳在游泳世锦上突破。但有个条件，俄罗斯没去啊，俄罗斯去你又你千年老二你。中国的花样游要感谢日本的游泳花样化油的教父教母
70多岁的一个，然后井上嘛，姓井上一位，硬是把中国的花友从第二梯队带到了前年的二，前年的二，因为俄罗斯的存在，艺术体操跟那个花友都是俄罗斯的品牌，基本上其他的都是真第二，俄罗斯垄断，跟乒乓球一样，天上垄断。俄罗斯的体操是强，那他们那个巴黎、芭蕾、音乐这些东西都是必修课。俄罗斯体操还是强，这次东京奥运的男团就是俄罗斯拿的。有点感觉了，我们透过来看一看，是吧？有点感觉了，但是随着地表温度升高，氮化还有更好的感觉。花游，花样游泳，前面那个是个田径场，河南的中长跑还行。5000米金牌女子是河南的，但是她不是尼德兰人，她是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人跑长跑，开玩笑嘛，人家就适合长跑。西非的人适合短跑，牙买加这样的西非裔，而东非呢适合长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这样的，哇靠，人瘦的跟个长条一样，耐力好的一塌糊涂。黑颈鹤在飞呀、啊，黑尾鹤到底，看，展翅飞翔了。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美国人，早上好姑娘们啊，忘了他们是那个他们是荷兰男人，应该是荷兰语。后头猫喝麦歇斯。早上好，姑娘们。嗨。嗨。这个牛憨憨的看着我。嗨，吃呢。
吃呢？喂，嗨，好了，不影响他进食了，盯着我看，不吃草了，盯我看，弄得我很害羞，走。问题是这帮奶牛，太阳还是没出来。前两个原因，一是银绳比较厚，第二是本来日出时间就短了，到9点多钟应该好。先去超市，回来再拍。那种烟雾缭起，还是蛮好看的，宛如仙境一般。阳光，看到你不爽。怎么好？你有特老，老东西，开了二三十年的车，一看90年的车。好，逆头压。绿头鸭还会飞呢，它只能小飞飞，基本上没有什么飞行功能的。我下来吧，在修路。修路不太好骑。包括
修路，那就老实一点。小黑，蘑菇，野生菌类是不允许吃的，因为不知道哪些有毒，哪些没毒。挂了不合算，就一个人，两个人呢，还有人给你喊救护车，一个人挂了就没了。吃毒蘑菇，毒蘑菇给毒死了，啊，共产党高兴死了，不费一兵一卒。超市，来自德国的廉价超市，真的叫价廉物美，东西质量又好。好，我买好了，回去骑一段推一段，怎么的？花了10欧元多一点。买了两个卷心菜，两袋面包，sorry， 4盒酸奶，一升一盒。1公斤的胡萝卜、洋葱切好，还有想想，还有一盒蛋炒饭。因为我很少做饭，看到有这个蛋炒饭，拿起纸我去买一个，回去再放点蛋，放点洋葱、胡萝卜一起炒炒。洗碗的手套，还有什么？Sorry， 好像没了，十欧多一点，折合人民币72。说实话，真的不贵。你想四盒酸奶，再添上得10几块钱一盒吧？这可是荷兰的酸奶，添上的进口酸奶很贵的，对吧？添上自己产的酸奶都添加剂、增稠剂，这边哪会用啊？4升酸奶。
这面包就属于那种处理好的，800克一袋，还有一个是500克吧，2.5毛一袋，折合人民币1.8，1.7这样。按照收入和消费来讲，河南消费算比较低的，通胀控制比较好的，在这个欧美一带。谢谢。谢谢。我这个人有点残疾，有点浪差，还扶拐杖。出来就戴墨镜，要没太阳你戴个墨镜装十三，有太阳了戴个墨镜没人说你。Nice cool。现在属于季节更替，入冬了。还穿短裤短衣来跑，两个女人都这样，强悍，三毛。我那四盒是无糖无醋酸奶，
减肥比较好。现在我们来到了大牧场，但是太阳还是没出来，水汽蒸不出来，没雾，遗憾。下来听听，祝福君，哈哈，天朝历史上那么多所谓的民族英雄，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一个个高调的喊救国。救什么国啊，救你自己就行了。那高大上，口号喊得比谁都好。最讨厌就是跟五毛自干无一般见识，烦死，没有逻辑，关键是